大家好，我是何天俊，来自香港，我才聊三年多。我平时没有财的时候会逛逛街看电影，新鲜的动作。现在的话就是巴斯宾还有 Kankan。 你有没有喜欢的国外车手？有，是我喜欢李浩源，还有这个还有张子荣呢。张志荣哎。那国外车手有哪些？就西方的Matt Hoffman。 Yeah。 这次来的车手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车手？对了，就是 Guerrero。 因为他太疯狂了，太厉害，不是人来的。有没有那个，就像这次来那个上海的话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拿名次，或者有没有想过想拿第几名？没有，因为比赛有24个，但是抛有11个，是没有可能的。香港和大陆这边踩车，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就车手有什么不一样？车手咩唔一样？他佢咁咪可唔可以讲翻正常广东话呀？照讲国语。你刚说的很好的。他们这国外的车手，他们好像用功一点，还有变化多一点。我们香港的车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。有没有像那个，这次是你第几次来到国内玩车？我前还有两三次了。两三次？对。以前你也来过上海？上海就两次。现在有没有暂停？没有。没有暂停？没有。那你觉得如果是有赞助商可以选的话，你觉得哪个赞助商你会比较喜欢一点？6.0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Nike 的鞋子很漂亮。你觉得其实如果有作为赞助商，作为一个后台做一个推广动力，对 BMX 这个运动的发展有没有好处？为什么？一定有的。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会有很多选后的用本，如果有赞助商可以减轻一点经费啊。一车手开始应该怎样？我觉得从一个新开始的车手又想清楚自己的路线，还有从基本的开始会安全一点，还有带一点武器头盔会好一点。如果不带护具会有什么后果？会啊，会。如果不带护具怎么用？如果不带护具就危险呐，很不好看的。你这次来到上海，有什么对这个地方的车手还有比赛有什么感想啊？你以后还会再继续多来国内参赛吗？我一定会多来国外参赛。这次来到这个比赛，我认识了很多踩 BMX 的朋友，还好像有温泉、李浩源、陈田那些好朋友，
然后我还有多谢律师，他在比赛里教了很多东西。希望你这次也在比赛可以拿个好的成绩。哎，谢谢你。大家记得看 CNBMX。